来玩。躲避球，当时沙滩躲避球。有几个规则，男生的话一定是双手丢，啊过头 ，OK 吧？你不可以这样假装双手，其实是用单手丢，合理。只能双手，啊女生就可以单手。好。然后还有几个规则。来，这边有那个丝袜，你们要派出选几个人，就是丝袜套头。啊，两只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两个人，两个人去选一下。哎，我们戴眼镜不太适合。我戴眼镜有点难，真的戴眼镜没办法。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了。哎，然后那个眼罩来，一人一个。也不方便啊，等他们分完。一人一个眼罩，麻烦你们。他为什么没戴口罩？对，不用嘛。旧的那个好不行。哎，那个，他们说你们要进来猜。我觉得眼镜比较方便。你们也可以。我们队友吗？是啊，现在不承认是不是？啊，怎么会赢哦？这里不会赢哦。光看一下这个汗臭好不好？哎，再派出四个人过来，要两人三角。啊，聊这游戏也太复杂了。好了，刚才不要说我们都不放了一个。好了，那我先。那我可以换。搞完我们两个三角。这个女的。